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柯江祖，欢迎收看今仔日十月二十二号礼拜六的南投新闻。2011年南投世界地业博览会为今仔日开始展开，现场闹真侪地上摆大炮台，和平奖品贵品赏，同时各有日本地图的表演，吸引一民众前来观赏。对此，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的地业博览会有安排一系列精彩节目，欢迎民众多多前来参与，感受世界各国的地文化。由南投县政府所主办的2011年南投世界地业博览会伫今日正式开始。今日透早，中义新村就客满了前来参加人潮。活动现场除了一连串的节目表演以外，由业者现场泡茶，和民众来品尝。业者指出，一年一届地业博览会确实对南投地有真大的帮助。啊，甲咱南投所有的好地，啊，甲咱南投所有的特色个地吼，拢集中在这里。相对的吼，对咱的地农，对咱的任何从事茶的行业，我感觉讲非常帮助，非常非常的多。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凝聚力，然后所有的南投县，不管是哪一个乡镇内底，因甲因的地农，甲因的农户，甲因上优质最好的茶，他们都用心的把它带出来。这是感觉讲，是为咱南投地方上做茶一个茶农或是一个茶农户的话，会非常的感谢。在会场的另外一边，由这地师傅亲身示范古早时的手插茶。师傅指出，有真侪民众拢知影爱啉好茶，但是拢无清楚茶制作过程，希望民众会当亲身来体验。让大家晓得说，我们古时候没有机器，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炒茶这样。哎，那我们借由这个活动啊，让大家了解说，啊，我们古时候做茶是这么辛苦这样哈。哎，对啊，因为这个温度哈都差不多300-400度嘛哈。哎，而且炒的时间就很久嘛哈，而且就很烫哈，就很辛苦这样哎。是这样的，体验台湾茶的制作。对对对，以前有炒过吗？茶没有啊，第一次体验哦。对对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好玩，很好玩哦。啊，看到师傅炒茶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？就会回想说以前那个做茶是怎么做的。哦，好的。做茶特别辛苦的呀，很香，很香。你们第一次做这个茶吗？哎，对，这个。感觉啊，手心很舒服。怎么说？凉凉哈，还有一股能量哈，茶的能量啊，往手掌、手心这样蹭，这样进去，所以我才特别来这里玩这一个。主办单位指出，为地业博览会除了介绍台湾地特色以外，也有其他国家的地文化，包含着地道的表演以及地文化的展现，欢迎民众有闲前来参加，感受到不同款的地文化。记者陈明天采访报道。